道场来了一位修学的居士，此人呢发出的磁场让与他接触的人修学懈怠啊，妄想纷飞，同住一室的同修大多数生病，有的哎修学时发现有很多外道跟了回来，这个个头不高啊，蓬头垢面，使他们无法专心修学，寺院方丈啊现在也在生病入院，同修们心里很急，不知道如何处理，请老法师开示啊。那么这一位修学的居士啊，可以请他离开啊，这个好好的跟他讲啊，请他离开就好，除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了啊，这个问题出在他身上啊，他这个一定是有一些附身的啊，冤亲债主跟着他啊，那么这个道场没有办法帮助他啊，可以请他离开啊，这样就好啊，自己的时候要如理如法的修学，自自然然，真有功力的，这就不会受他影响，啊，还会受影响，那只有远离。